各位好，欢迎收看《晋冀史话·回首文革》，我是李肃。今天我们谈一谈毛泽东、刘少奇和林彪这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夫妻店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表现。文革中担任江青第一任秘书的严长贵，后来被江青无端迫害而入秦城监狱八载。文革后，严长贵被平反，成为文革和江青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在谈及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和在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时，有如下一段遇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话。他说，江和毛的夫妻关系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也自诩为毛泽东的流动哨兵，江直言他和毛是政治夫妻，成灾思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夫妻。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从性质上讲，在当年主要就是政治夫妻，并没有太多的爱情可言。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造反的草莽英雄选明星美女作为压寨夫人的旧戏文，老故事而已。严长贵想要说明的，其实是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中所搞的夫妻政治，即把文革这样一场事关党运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搞成了他们两人的家庭夫妻店。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并不是夫人参政的首创者。在今天可以查到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可以发现公开的让自己的夫人在自己发起的党内政治运动里充当举足轻重角色的，是所谓的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他是当时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呢是毛泽东。这一运动发生在中共自1942年2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所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期，针对的呢主要对象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通过欺骗、诈供、恐吓利诱、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现身说法、检举揭发、发动群众斗群众等一系列手法，制造出大批的被抢救对象。康生为了树立样板、推动全局，派他的夫人曹逸欧去延安县蹲点，并兼任县委副书记，开创了夫妻政治的先例。曹逸欧在那里通过训练班、坦白大会、关监狱等手段，搞出了一批所谓的特务分子，而康生则立即向全党推广他夫人的延安经验。因为运动的打击对象和方式的类似，这一抢救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文革前史，说这两次运动太像了，都把自己的干部当敌人整，都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都搞逼供信，都造成大量冤错假案，而却都有一位军师康生。刘少奇和康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都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央总学委的具体负责人，还有一个人呢是彭真。不知道是否受到康生的影响，刘少奇在1963年到1964年领导四清运动时呢，也继续了这一夫妻政治模式。1963年11月，刘少奇派他的太太和政治秘书王光美，化名为董普，
参加河北省四清工作队，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桃园大队蹲点。在以后的五个月里，王光美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这一所谓的经验，其实也是制造阶级斗争，采用文革式的夺权形式，对基层干部群众大搞逼供信的东西。但刘少奇为了进一步扩大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一定要作为指导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陈伯达要往下发桃园经验的名义，亲拟了一个中央批语，要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向全国推广。毛泽东呢，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然而，他很快就借用了刘少奇的夫妻政治的模式，把自己的妻子江青推向了中国的政治前台，共同策划了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阴谋，大概又是刘少奇所始料不及的。因为中共的第一和第二把手都在同一时间内大搞夫妻政治，以致在文革发动以前的数年内，就出现了他们之间种种明争暗斗的夫人竞赛的奇观。例如，刘少奇在1959年担任国家主席以后，当然呢，就带着第一夫人王光美频频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但是在1962年1月到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呢，对大跃进、大饥荒的分歧在党内公开以后，毛泽东竟然也带着江青公开出现在国家的外交舞台上。1962年9月23日，印尼总统苏加诺携夫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去机场迎接。第二天，《人民日报》呢，当然就大幅刊登了中国和印尼两队主席、总统和夫人们的照片。王光美呢，当然也出尽了风头。其实呢，这里所谓的苏加诺夫人，其实呢，只是苏加诺的第三个太太哈蒂尼，并不是印尼国内广泛承认的国母法玛瓦蒂。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9月26日呢，也会见了苏加诺和夫人，并一举打破了他从来都是单独会见外宾的惯例，让夫人江青也出席了会见。其结果呢，就是毛泽东夫妇和苏加诺夫妇的大幅照片呢，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而在第二版次要的地方呢，又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妇的小幅照片。因为这大概是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第一次看到毛夫人江青的尊容，也就被学者们广泛地认为是江青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信号。究其原因，有的学者呢认为是江青看到《人民日报》上登出的王光美照片后妒火焚烧，因为他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他极力的要求战胜王光美。终于他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其实呢，这里固然有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但是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政治对手刘少奇的妒火。他想通过他和江青一起接见外宾的活动警示刘少奇，要他认清谁才是中国的第一把手。其二是毛泽东正式发出他的夫妻政治的信号。毛泽东呢，很快就派江青去搞京剧改革，从文艺领域突破刘少奇的缺口。再如，在王光美因刘少奇派遣到河北去搞桃园经验后的八个月，北京举办了以江青为主角的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带领中共百官于1964年7月17日和23日两次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这《芦荡火种》后来呢就改名为《沙家浜》。江青发表了他自嫁给毛泽东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谈京剧革命。6月26日，毛泽东在送审的江青讲话的记录稿上并没有简单的画圈，而是亲笔批示，以悦讲得好。毛泽东对夫人政治活动亲自肯定的举动和刘少奇对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的吹捧形成了鲜明的对抗。如果我们仔细地回溯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过程，还会清楚地发现他和江青的夫妻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江青帮毛泽东发动文革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是理论上的建树，第二个方面是组织上的筹备，第三个方面是导火术的爆发。那么简单讲一讲，就是理论上文革以前的那些中央文件，比如什么林彪委托江青同志的关于文艺座谈会纪要啊等等啊，这些全部是江青组织人搞的。江青本人不是理论家，但是他组织了一批理论家，陈伯达啦、王烈啦、张春桥啦、姚文元啦、戚本玉啦，啊，这些人都是江青组织的。这个516通知的起草小组就是江青组织的，后来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所以这个又是组织上。你说这个导火术，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姚文元的1965年12月发表的批海略罢官。那么这件事情完全是江青和毛泽东夫妻老婆店的阴谋政治的产物。江青是受毛泽东委托，跳过政治局，直接跑到上海去找了张春桥，找了姚文元，写了这样一个东西，经过毛泽东修改，然后发表。正是江青在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这些活动，为毛泽东的文革奠定了理论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基础。例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江青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派下，利用林彪的名义，在军内开的一个他一个人讲、少数军队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听的一人座谈会的产物。但是江青请来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左派理论家，炮制了这个纪要，又经过毛泽东的三次重要修改，使之成为文化革命在文化战线领域内展开的指南。纪要中包括江青提出经陈伯达、张春桥修改的著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毛泽东借这一平台又淋漓尽致地发挥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些提法都是后来毛泽东的全面夺权和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思想雏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件一经中共中央批发，立刻成为毛泽东进行党内清洗的利器。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即以此为思想武器，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此，纪要在文革爆发后被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16通知曾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文革的纲领，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的伟大的历史文件。
它其实也是江青一手组织的起草小组写的。王丽作为这一小组成员，后来在回忆516通知起草过程时说，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呢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丽、尹达、陈亚丁、关峰、戚本禹、穆新。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呢，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4月16日。我们在上海的任务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原来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及后来的516通知。送主席后呢，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呢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给我们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给主席回话。毛主席呢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516通知上的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的也是他加的。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这个起草小组的绝大部分成员后来就被任命为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成为毛泽东通过江青掀动文革风云的中枢机关。这又成为江青在配合毛泽东发动文革中组织上的重大贡献。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516通知。毛泽东在杭州未出席，但是当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带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参加了会议，俨然是毛泽东的当然代表。姚文元的文章《凭海瑞罢官》一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拉开文革政治大戏的序幕。这篇文章通过攻击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把矛头指向了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而彭真则是刘少奇手下的最重要的大将之一。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就是江青，他奉毛泽东的旨意瞒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到上海秘密组织撰写文章。定稿时毛泽东看了3遍，按张春桥的说法，这篇文章思想是主席的，具体是江青同志指导稿的。换句话说，文革发动在理论上的导火索、政治上的序幕和组织上的中间干部配备，都是毛泽东和江青夫妻政治及夫妻店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在发动文革过程中，通过夫妻政治的形式做出特殊贡献的不止毛江一对夫妇。1965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突然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随即被打倒。这成为文革在中共上层变动的一场前哨战。究其原因，当然与毛泽东发动文革前的清军策的总战略有关，即清除和刘少奇走得比较近的罗瑞卿。但是和没有出席会议的林彪夫妇的夫妻政治的游戏也有极大的关系。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他的夫人叶群带着好几份揭发材料和毛泽东密谈了近6个小时。
随后，叶群又在这次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几个小时的反罗瑞卿报告。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慈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和毛泽东谈话的时间长达4小时55分，他还三次进去催叶群早点结束。据他回忆，谈话内容是叶群带林彪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毛主席那是对叶群带林彪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毛主席对罗瑞卿同志的看法变了。对此，叶群自己在文革中也常常说，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毛主席谈罗的问题的，他一口气谈了7个小时，终于动摇了主席对罗的信任。提到文革的正式爆发，恐怕经历过的人绝对不会忘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6年6月1日晚上突然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子等7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他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这张大字报的产生就和康生夫妇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派他的夫人、他的办公室主任曹毅欧，以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在北大蹲点，寻找打击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的机会。大字报呢，在5月25日由聂元子、杨克明、宋一秀等人定稿贴出之前，聂元子、杨克明呢就通过这一小组的成员、原北大教师张恩慈去见过曹毅欧，得到了曹毅欧对他们写大字报反陆平的支持。这样，曹毅欧代表康生，虽然没有插手直接组织这个大字报的写作，但极大的鼓励了聂元子等人的斗志。大字报发出以后呢，曹毅欧又通过张恩慈立刻取得了大字报的底稿，马上转给康生。康生在第一时间内把它发表在5月27日《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合编的机密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毛泽东呢，很快看到了这张大字报，马上决定发表，文革风雷就此在中国大陆炸响。讲到夫妻政治对文革发动的主导作用，还不应当漏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夫妻政治的反作用。面对毛江夫妇种种咄咄逼人的发动群众的攻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1966年5月底6月初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全国各高校和文化机关，试图控制运动，把毛泽东针对他们的斗争锋芒引向一般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牛鬼蛇神，搞第二次反右斗争。6月21日，刘少奇派王光美秘密进驻清华大学，成为工作组的实际领导。刘王夫妇显然想通过搞桃园经验的秘密方式，搞出一套整中下层干部群众的经验来，进而推广全国。
王光美呢，到清华后就发动了整反工作组的学生蒯大富等人的反蒯斗争。刘少奇还在7月3日指示王光美和他在清华就读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无独有偶，毛泽东在同月呢，也派他的女儿李娜去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为中央做观察和联络工作。李娜呢，还曾经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呢传递毛泽东的指示，直接操控造反行动。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晚年写道，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他的女儿李娜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声明，王冠器的案件只有他和他的女儿管，别人不能管。王冠器呢，指的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立、关峰、戚本禹，文革初期的干将，但是呢，很快被毛泽东打成了坏人。由此可见，毛刘两人的夫妻政治活动还被延伸到了全方位的家庭政治的程度。从文革的发动过程来看，中共当时的上层政治大都为一些以家庭化为特征的阴谋活动，和他公开的堂而皇之的党章中的程序是完全相违背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依赖夫妻政治来策划操控政治局面，尤其是毛泽东和江青所开的政治夫妻老婆店，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推动了文革的发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公权力完全被夫妻化、家庭化、私人化，这一政治上的以公为私的腐败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共的红二代把自己视为中国国家公权力的天然继承者，恐怕也是这一政治观念的演化。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Yeah.